扑克牌是一种风靡全世界的娱乐和游戏工具。一副扑克牌有52张，寓意一年有52个星期。大小王代表太阳和月亮。一副牌有4种花色：红桃、方块、梅花、黑桃，代表春夏秋冬四季。红色表示白昼，黑色代表夜晚。而其中每一种花色从 A 到 K 有13张牌，表示每个季节有13个星期。13张牌的点数总和等于91，每个季节有91天。4种花色的点数总和等于364，加上小王的一点，正好是一年365天，再加上大王的一点，正好是闰年的天数366天。这一切，您知道吗？熊群全网实拍视频群社区，微信搜索 QFF 877 QFF 877，关注后免费进群。